昨天世界棒球台湾是以4-0完封日本，身为队长的陈杰宪赛后是激动落泪，他表示冠军要献给老婆和天上的父母。立委柯志恩在今天分享了陈杰宪是高雄的子弟，身为棒球教练的父亲壮年离世，他的妈妈和一群朋友靠着一人几千块的小额捐款成立了高雄市微笑慈善会，投身公益却行善低调。不过直到昨天陈杰宪受访说出谢谢天上的爸爸妈妈，柯志恩这才惊讶陈杰宪的母亲已经离世了，充满遗憾和惋惜，但也深信陈杰宪的母亲永远会以他的儿子为荣，也祝福陈杰宪为了母亲继续追梦，也希望棒球梦可以更加精彩。请白大树农会他们提供凤梨给我们农民的辛苦啊，栽种那么多的农作物，我们一起共同把这些农产品发给我们的弱势团体。协会一开始的时候就是杰宪非常的支持他的妈妈，那他妈妈就是当初也是一些因缘的关系，所以认识了高雄市这些街友，那他也知道他们很辛苦，那所以他跟杰宪就是有出资出力，然后去帮助这些弱势，然后也有发放，哎，然后在过年的时候也会去发一些红包，然后关怀这些街友这样子。因为他曾经有一段时间就是非常就是有体验过这个街友这样子的生活，因为他很多街友的这样子的朋友，所以他也觉得说发现到他应该会回馈社会，所以他就毅然然就是投入这一个区块这样子。对，是身体状况也不是太对，身体就长期以来是有一些病痛这样子，所以基本上他常常说他会把他每一天当作最后一天再过，所以杰宪他在打球，他场上的一些表现，其实就是娟姐本身就是对娟姐来讲，他妈妈来讲是他的一个精神支柱，让他可以撑过这些病魔的折磨这样子。对，刚刚提到说就是杰宪跟妈妈的部分就是互相的依靠，就是娟姐她以前也有在一阵子她是街友，是她有一次是因为接到了杰宪的一个电话，是，所以她后来决定说我应该要跟她的振作然后再做这件事情，这也是其中之一，哎，之一就是他杰宪打电话给他，二来就是他那时候也是在火车站那边的时候，他跟着街友在领物资，因为他那时候也不太好，可是他发现当下加上他儿子杰宪的电话，他就觉得说我不应该这样子，所以他觉得我要来反过来，我要来帮助这些弱势的朋友这样子。杰宪会不会很以身为荣，就例如说会不会常把他挂在嘴边啊，然后看他的比赛这样基本上他看他的比赛是非常激动的，然后而且他也常常把杰宪挂在他的嘴上，然后常炫耀，因为毕竟那是他引以为傲的儿子。怎么炫耀？各种就是各种夸，然后反正而且他在有一次好像记得是在哪边，杰宪在比赛的时候，他妈妈好像在场边加油，
大声到杰宪好像跟他说不要太吵。直棒的时候？对，是在比赛的时候。对对对，所以他们两个之间其实是互动是还蛮可爱的。比如说炫耀都说什么长得帅啊，然后还是球技多好。这应该不用特别讲了，这应该所有人都知道吧？是是是。大概都怎么跟你们听到的是怎么样？就听到的。对啊，就姐啊，我常常听到她就是常常讲说，哎，就是她应该做引导啊，哎呀，她都怎么样，弄做尬意啊，然后怎样怎样，就是当然她还是非常注重她的球技，因为毕竟娟姐她本身以前是在打垒球的。对，他觉得他的，就觉得他儿子又帅啊，然后媳妇又漂亮，对，然后球技又好，对对，就会诸如此类，就当然就一直重复性的在很多的场合这样子。好像他们都是棒球世家，是不是？是是是，他的杰宪的爸爸啊、也是之前的打棒球，然后娟姐本身她是打垒球，是，所以他们家算是一个棒球世家这样。娟姐又打垒球？是有。对，所以他们对这一个部分非常的了解。娟姐在两年前过世的时候，她是儿子这边陈杰宪这边的互动，还是最后有没有什么跟儿子讲的话？还是其实姐离开的很临时，因为我们也不觉得她应该会离开，所以其实当下是没有留下太多的话语。对，所以这一点，我想应该杰宪可能会蛮比较遗憾的部分，对，因为他走得太突然，所以大家很错，因为大家都觉得以他这个女强人，应该是会撑得过这一关的，对，所以蛮遗憾的。嗓门很大，但很搞笑，对，然后因为他就是有点像大姐头的个性啊，对，然后大辣辣的，然后但是也非常的会讲一些玩笑话，然后跟杰宪也会斗来斗去这样子。哦，杰宪那时候偶尔也会来就对了。对对对 对, 對。那他来的时候，你们觉得这个年轻人怎么样？这当然大家都知道一定帅嘛，然后二来就是也非常的风趣，然后在他其实是算，就是他其实很多他反而很多的雀跃的表现反而会是在场上。对，他尤其在场上的时候，他的面容会是最，就像娟姐讲，那个笑容是最好看的。对对对对。那娟姐有没有以他这个儿子为荣？这当然了，这么帅的儿子，然后又会打球，然后又娶了一个这么漂亮的媳妇，所以对娟姐来讲，他其实是把杰宪常常挂在嘴边。对，因为对他的母亲来讲，就是因为娟姐她本身是有一些身体比较不适的状态，就是过去的，所以对啊，所以她其实都靠着杰宪在场上的表现，给她一些助力，支持着她去对抗这些病魔这样子。对，是的。